TION 呢都会在一起念 Shen， 很多字都有 TION 念 Shen， 在 Shen 的前面会是高音节的，所以念 Bishen， 那这个地方呢 EEE 念 AAA， 那这个就是懒人音了，念 就好了。这个 X 念 X， 所以这个 H 不用发音，它没有声音，所以我们就念 Exhibition， Exhibition， 会的吗？